是哪些精彩的作品呢？来，我们一起来看看。好，这个礼拜第五名呢是来自 News 的 Sakura God， 跟上礼拜维持在同样的名次，樱花女孩。是第一次进榜，非常恭喜守月真田，他们这是一张充满了爱的迷你专辑，叫《守月真田的爱》。下午两点的热力来袭，各位，这是 2PM 第一次进榜，这是一张台湾的特别选集， 2PM 借着这张专辑也正式进军台湾。是滨崎步上个礼拜冠军下降了一个名次，滨崎步的摇滚马戏团 Rock and Roll Circus 也是他的个人第十张原创专辑。好，恭喜少女时代，黑少女时代上个礼拜第二名又成功的拿下冠军的位置了。好的，在刚才呢，我们看到排行榜的前五名，对不对？好，其中呢，我们看到 2PM 进军台湾呢，也已经进到我们的前五名了。 2PM 的这个超级精选呢，哎，就会在今天有台压版了。你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今天台压的这一张。那我们呢，在今天的节目中呢，也有一个他们跟这个少女时代合拍的一个广告，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好，这个是由这个 2PM 呢选了三位，然后少女时代也选了三位，然后分别呢啊就拍出了这一个广告。对，好的，所以呢，其实啊，我知道很多的这个韩国艺人呢、啊，目前呢在台湾啊，各位你们都几乎可以买到这个台湾的代理，所以呢，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也让台湾跟韩国的这个流行音乐可以互相交流一下，然后各位歌迷朋友呢，也透过台湾的这个精选盘啊，买到最精华的歌曲。在今天的节目中呢，我们看到 2PM 推出超级精选，也邀请你来看的就是这首歌，好，歌名就叫做 Again and Again。好戏叫
자존심도 없는지 너에게 돌아와 제발.